这是一颗超微月季啊，名字叫做玛丽啊。之前春天的时候给大家拍过视频啊，颜色比较淡了已经，因为现在是大夏天啊。不过这个天气能开成这样也不错啊，个人觉得。花的话偏粉一点，然后今天的重点是它啊，这个叫做樱花镜，是我嫁接的一根小棒棒糖上面啊，然后开的花已经挺多了，然后给大家拍一下。它这个花其实就是樱版的那个迷你版吧，啊，夏天的话花比较小一点啊，但是它比较精致，然后它的颜色啊各方面都挺好的。花的话是这种肉粉色啊，叶片的话也非常油绿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红蜘蛛啊什么的，啊，非常推荐啊。好，谢谢观看。